郭靖死后，黄蓉成了谁的奴隶？杨过见识过此人的特殊癖好，在连载版以及三连版的设定之下，郭靖黄蓉留下来的倚天剑和屠龙刀里藏有兵法秘籍，可有的读者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漏洞。既然倚天剑和屠龙刀乃玄铁冶炼而成，在这么高的温度之下，兵法秘籍这样的纸制品又如何能放到刀剑里？金庸本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在2005年发行的新修版倚天屠龙记里改动了剧情，让倚天剑和屠龙刀里不再藏有兵法秘籍，而是藏有刻有地图的铁片，铁片上标注了桃花岛的坐标，只要顺着坐标挖掘，就能找到埋在岛上的五木遗书和九阴真经。这样一来，就多了一个任务，即将五木遗书、九阴真经按着坐标放置到相应的位置里。这个任务事关重大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于是襄阳城破之时，郭靖带领军民浴血奋战，黄蓉则乔装打扮一番，带着兵法秘籍上了桃花岛。黄蓉很快就将兵马秘籍藏好，她也听到了襄阳城破、郭靖战死的噩耗。听闻郭靖战死，黄蓉不想独活，她悲愤之下有了行刺忽必烈之举，却因为被悲愤冲昏了头脑，以至于被忽必烈麾下第一高手白隼道人所擒。白隼道人本想杀了黄蓉，却被忽必烈阻止。原来忽必烈有个特殊癖好，杨过当年就曾见识过，那时杨过才20岁，已能集百家之长，却因为杨康之死耿耿于怀，不惜走进蒙古大营与忽必烈金轮法王结盟，以此达到击杀郭靖为父报仇的终极目的。书中写道，忽必烈见杨过前来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但他的目光很快就停在了小龙女的身上。金庸是这么写的，蒙古人自来生长旷野，以天地为居室，荒山饮食，与堂上无异。当即有侍卫取过烈酒干服，忽略于地。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，心下暗惊，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。见她与杨过携手并肩，神情亲密，问杨过道：“这位姑娘是谁？”杨过道：“这位龙姑娘是小人的授业师傅，现今也是小人的妻子了。”忽必烈聪明做人，他见杨过和小龙女举止亲密，自然已猜到小龙女是杨过的女人。可忽必烈仍情不自禁地开口询问，足以可见忽必烈对他人之妻颇感兴趣。此外，那时候的忽必烈虽然没有成为蒙古大汗，却也是蒙古王子，照理来说阅女无数。然而忽必烈一见到小龙女就暗暗吃惊，被小龙女那惊为天人的绝世容貌惊得瞠目结舌。要不是此时的忽必烈已和杨过结盟，忽必烈想必已经有了强抢小龙女为妻之举。杨过聪明绝顶，他从忽必烈那失态的言行举止里猜出了个大概，知道忽必烈竟有觊觎他人妻子的特殊癖好。不过小龙女并非当时独一无二的美女，还有一位女子能和小龙女媲美比肩，此人正是黄蓉。别小瞧了黄蓉，她热情洋溢，活力四射，与小龙女的清冷之美大相径庭。就算过了花季雨季的年龄，黄蓉仍是美得不可方物，就连杨过也不由得怦然心动。原著里是这么写的，杨过眼见之下心中一凛，不禁脸上发热，那正是郭靖黄蓉夫妇。数年不见，郭靖气度更是沉着，黄蓉脸露微笑，浑不减昔日端丽。杨过心想，原来郭伯母竟是这般美貌，小时候我却不觉得。而忽必烈的年纪虽比杨过大，但也大不了几岁，杨过尚且会被黄蓉的风采所迷，久闻黄蓉大名的忽必烈恐怕就更是按捺不住了。于是忽必烈会阻止白隼道人击杀黄蓉，就显得合情合理了。